我现在150，都讲个百五，阿伯啊，来850下来，阿伯到了。最好吃包下来最好吃包下来最好吃包150八五大家好灵魂饭好谁家的啊对啊阿姐我老婆多花啊怎么那花让你问啊我姐你问这边介绍店这卖这久啊猪肉排啦别说外国你卖啦你加餐厅现在三斤了，是三斤来200块，三斤200，对吧？三斤200，八，八，加这餐厅，我加这地上要开1000块啦。我靠你妹啊！这地回龙，这地上要开500啦。一地500，我就直接这两条来啦。这两地这大地你也看，这两条来，这是1800了，500了，500块，猪肉排现在500块啦。可以哦，猪肉排现在我讲便宜。500你没得买啦，这两条来接人去啦。哎，500块，500块，500，猪肉排现在500了，500块，500块，500拢我。哎，个人要食猪肉排无啦？等起用烘的，啊不，无烤箱你用蒸的，蒸的蒸到熟个了。这两包现在个现在500了，500块，500块，猪肉排500，唔要食过，无咱买一包2个啦。你要看你你不要阿哥嘞，你咋去演你这啊？等下找你嘿。好。能把这还能包来啦？能吧？能百年吗？能。还在还在我做，还我还有几件，能包来。来。还在能包来，包来，还有。能包。快点过来吧。还在我做，还我干，能包来了，能包来。包来，能包来。包多少？能包来？能两个？包一包了啦！包来，包来啦！一包了来，包。哎，包完了。哦，明天就拿到了。哎，拿到了。来 ，OK。包完，等你来，对。老板。你这春节不是？鱿鱼是吗？还是多鱼？鱿鱼是吗？有啊。哈，无你惨死，你真是啊！你无咧，伊遐个啊，买无钱着咧。阿伯老，阿伯我拢黑啊，拢搞黑啊，拢搞黑啊，拢黑啊，拢搞黑啊。阿伯我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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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来。搞黑啊！喂，喂，咩事？两百了，一百了啦！等你，一百来了。我等一下带那个。起来我要看到你的那个，我要看到你的那个，你看我啦！
得一包来了。两份，两份。不两份的嘛，大气一点嘛。先解决。拜拜。两份。拜拜。还有一份，等一下。还有一份。来。来来来来来。我吃这个。不要杀我啊！不要杀我来。来。再煮拉锅烧。好。等一下再找你啊。不要杀我来。我跟你讲，小弟，你可以欺骗我的感情，可不我没有啊。可是你不可以欺骗我的金钱。一千呢、哦？你不要骗我的钱，你骗我的感情没关系。我要骗的鱼，我不要你的情。来啦，不能偷懒。那你给我掏出嘛。掏出好了。可以，可以。白龙，你现在骗我金钱，不是骗我金钱啊！我讲哦。来啊！好，到了。我来个牛奶。快煮下料。泡芙啊！好来来来。好来啊！我要打树林针。还有，等一下。什么都没有，老板说什么都没有，鱼很多。一百了啊！你要买吗？来，一包两包。冇见过啊！一包啊！好，你们家会包。这边。麻油鸡，老婆做的不好。那个麻油鸡。那写不到了。好了，真的啦。来，一包了，一包啊！麻油鸡，做回来，食只好，食起来好。嘿，这个我们一架车要上黄金街。我们要骑吊车。黄金啊！你叫他小，骑囡仔袂上黄金街哦。袂使啊，委婉。哎，你不要去变错。来。哎呀，不行呀，十八幺六。真多来了。哎呀，真多来了，好玩啊！他们怎么都来？因为什么来？带你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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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来！带你来帮你啊！拎包来啊！这拎包，拎包啊！哪里警察？哦，大人来了，太慢我了。大人啊！大林。大林。不一样，什么大人技术不烂？哭我了，哇！快进来一点，进来一点。老板，先装旁边好吗？大人抓我嘞！哈哈哈！哈哎、欸，哪里呀、啊？保安呢？你是在哪里呀、啊？等飞先放旁边。哎、欸，放桌子上面啦。有没有位置？先去边边好了。把剑放你的啦。那我要放哪里？你让我看到你都有一股冲动呢。不用那边我。请你到。好了没啦？快点啦！好，你呀，你在呀，快点，等你回呀。我带你回家，你回家，我带你往外回包。今天有，刚才有烟熏鱼卵，有。哎，就过去，就过去，能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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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对，进来，进来。走那么多。把货物出跟价，明白呀？你说你没有看到，你要干嘛？嘿嘿嘿，你讲，你够有眼了不？有有有，最帅的男人了、啊！你有买他的衣服吗？啊，对对对对，你最帅，人家这个钱不给你了，我被打死了，一百了！你蒙我，你蒙我个宝贝，漂亮了。两百啦！哎，还够两百！两百，屌你啊！你到位啊？下点，下点那个。掉啦！我问后面，我问那个我的邻居。
炸鸡的，啊，全部给你两百啦。好啦，好。哎呀，哇。好啊。炸鸡给你啊，加油啊，哇嘿。他全部给我啦。炸鸡的你们两个哦。干嘛呢？一直看我，有没有变漂亮？看我多嘞。看我哇，来我等下会笑你。你俩掉了，你到底？喜欢搞这个，对啊。聊一下，聊一下，聊一下。每次都来欺骗我的，小心下来。来来来来，老板，红色那个你弄。我这个哦。那一下来。不要了。我到家要三个小时呢。等一下，等一下，有机会啊，有机会，再久点，我就属于你了。哎呀，我已经很多了。我们不需要男人，你有国家的猫。我们家很多男人呢。我住男生宿舍呢。哦，厉害呀！我们小妹子，200。几位在？傻傻都来唱歌，在外头来了。200块，老板你给。200块，200块。啊。来。来各位帮我把赞按到400个，帮我把赞按到400个，谢谢。200了，100块了。有100块过来啊！再回来了，100块就包我。100块钱就包我，包我，让我哦。中。隔壁邻居。小家庭再回来了，100块就包我吧。再退呢。100块饮料茶百弄我老板不熟，不便宜。土托鱼，土托鱼啊，土托鱼啊，长尾平哦，坐飞机来的。澎湖的哈。你有啥物食我问一下。哦。我是你打，我是你打。这个凊彩一袋，这个面起来，上盖卖800。是林千的。有啥物食的？贵2500了。我看卖，我招几个人去啦？我招7个人去对啦。1、2、3、4、5、6、7，老板你老呢不用付，你看。开工翻他呢。一地，我可开800。叫我们家的壮丁会帮你办。一地开800。哪有嘞？那个。讲这一点啦，听我讲啦。他没有用了啦。他没有用哦，只剩一张。开800啦，有啥物食土著的？只土著嘛，无做空的啦，完全无空的。第800，这两地开1600啊，一人两地开1600啦，1600块，1600块，1600啦。你有啥物食的啦？我最后问一下啦，2000块了，一人三条来，2000了，2000块，2000块，2000块钱，2000块，2000块只的，2000了，1、2。漂亮。哇，7个人去，那真正减一个。6个人去尔，无啊啦。1、2、3、4、5啦，6个人去无啊。2000有免啦，1500了。只土土哦，富贵只算到三无人来收走。1000了，尽管1000块了，土土的只1000块了。1、2、3，来，
不要吃毛肚啦。再过好，你吃也不要吃毛肚。吃不了，我们这两地五百好有人来无？五百有无？土土这两地五百有无？这地啊？这1000来，1000来。这也四地1000块，你有得要我抓几大鱼啊送恁吃？我最后问一个1000块有人来无？今天以去年的记录，去年的1000块，1000了。音乐的话会到会到十一点，会到十一点。哎呀，这个上去啊！这边边停。我到呀，两四叠呀。这四叠，这五叠哦，这五叠哦。哦。哦。1000了，1000块，1000块。土豆现在1000了，一叠剩200块，唔敢吃。土土一袋剩200块，唔敢吃，太细啦。来，收到来。感谢你们哦，来，感谢。勉强不白勉强啊。来，乖小乖来。套丢了，套丢了，啊！套丢了，套丢了，套丢了，套丢了。张老师，爸爸，你是要问？有这一只要不要？那个龙虾多重？我已经买到，不知道要怎么洗，研究放到哪里了。等一下买冷冻库嘛。哦，要送冷冻库吗？没有啊，我不给我啊，我不给，现在没说。哇，真的？有，真的。哪有养？但是要给我，真给我啊！要给我啊！黄玉鑫的事情拿完了。你有想要吃鸡吧？黄玉，来得几只鸡？你外口你个餐厅哦，餐厅要吃，餐厅要再加来几分偌济？几分上届不要开偌济，上届不要开500上去。咱准一分500啦，我招两个人去啦，一人买一份对，一份准500，卖开开500，开400只，两个人去有想要吃的哦，300块了。一样好了啦，250，哇，最好6个人给我，最后6个客人啊。你一直打电话来烦我，给那个250块能放满空，来得几只鸡哈，跟自己哦，便宜的，而且真好好的，对哇，吃。我问一下哈，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是在偷看的？你们现在是在上班偷看的打家衣？最后一只250，旁边小姐婆。牛二两鸡腿排有人来无啦？大块，你干那外口一块卖110块，110块啦。微微，你需要上班？真的，你们还都在上班，在那边偷看。那旁边的原住民也都这样说。老板都说我在偷看你。牛二两，牛二两，现在我问一下，有啥物吃的啦？一袋卖100啦，两袋卖2.23，袋卖3.33，300块啥？50块也卖呢。这好客都不信我。我问一下，300块啥？袋我上次袋过，只一人5袋来300的。一袋60块尔，现在300块300的，无人来哦。你不接哦，买卖啊！你卖卖啊！你卖卖啊！卖卖啊！到黄到了，300无人买。5袋嘞，只60块嘞，4袋5袋现在300了，200了，200块了。
1000元的鱼卵，很美味。你怎么收到？完全没有骨头的啦，来了，三只啊，四只来，五只来，200块啦。鸡腿排骨是介啥的？无人要来，那边无人要来。四只、五只，我只来200了，200块，200块。另外两只腿排骨是介200块钱，200块银，200个一介。200块，谢谢黄少来。我吃到这来，1000块，1000块了。